我了，赶紧出来！哎，我的螺都撒完了。嗯。哎，我哥人呢？嗯。啊，我今天去找七七了，不回家吃饭喽。哦。你自己如果没人陪你吃饭的话，你去找一下阿斌或者大班呗。我哥可以啊，果然是个重色轻妹之人。哎，那么多寿喜楼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呢，怎么办呢？叫阿平来还是大盘来好呢？算了，先煮了再说。一个人吃饭确实没什么味道，叫谁好了？哎，还是算了，自己吃吧。哼，有个真是的，去找机器盘居然不带我，我今天锁门不让他回家了。